会，联盟都快毕业去了吗？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在踩这个气球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准备好了吗？大家在踩的时候尽量往前靠，避免这些安全事故，谢谢。咱们准备游戏开始啊，3、2、1，游戏开始。
你俩不是要再来一轮吗？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那咱们游戏开始了啊！三、二、一，游戏开始。等一会儿咱们晚会结束的时候到后台来找我们要奖品好吗？感谢同学的参与。四大国粹之一，书法。书法是咱们中华民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它是世界文化艺术的璀璨明珠。学习书法是提高个人修养和提高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是了解祖国灿烂文化、继承祖先光荣优秀传统的必经之路。下面由我们的郭婷郭书记以及刘有生老师还有书画协会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书法表演，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的鲤鱼小姐姐们给大家送福了。
老师，您现在在这个是什么戏呢？人的一个葫芦，那葫芦的意思是代表福气、福运、幸福。好，咱们音乐停一下，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书法。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房门上、墙壁上，甚至这个橱柜的门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寄托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或者向往，还有蕴藏着美好的祝愿。现在我把这个福字送给你们，祝愿你和全体留学生在中国，在山东职业学院学习生活一切顺利，幸福快乐。谢谢老师。刘老师，您写的这是什么字体啊？我写的这两个福字是隶书，这边这个是屈法的，是汉代的朝田碑，这一张屈法的是汉代的张骞碑。